计算下列各足点所连成的直线的斜率。第一小题， A 点的坐标是2-1， B 点的坐标是5-1。好，那两点连成的斜率呢，就会等于 x2 减 x1 分之 y2 减 y1。x2 呢，我们用 B 点的 x 坐标5来减掉 A 点的 x 坐标2，分之 y 坐标呢， B 点的 y 坐标1减掉 A 点的 y 坐标-1。那我们经过计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斜率是2/3。第二小题， P 点呢是51， Q 点是34，那么 PQ 连成的斜率呢，我们一样用斜率的计算， x2 减 x1 分之 y2 减 y1。 我们用 P 点来减掉 Q 点，所以 x 坐标呢就是5-3， y 坐标呢1-4，所以我们呢斜率就会等于2/-3。